好，大家，那我们这次 first gen 就要演犀利人妻哦。只要这么一天，只要这一天，我觉得就算我死掉了，我也想要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可是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好吗？有没有看那边？哎呦，确实他怎么神经病啊？为什么要穿粉红色啊？而且他这边还拿了 Cash Bay 最新款的奥迪。我觉得他寒假就去泰国啊？你会转世吗？日记开始。第一组上台，请开始。我希望用剩下的生命唤醒一天，不需要是特别一天，只要是一个平凡的一天。就算我死，我也要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我是瑞凡。啊！咔咔咔！下一组，下一组，这组我不要看了。真的希望用我剩余的生命再来换去换一天，我也想要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可是 ，Rainbow， 我跟你说我回不去了，我回不去了，我跟你说过放手，不要再我回不去。你在干啥？赶紧说！是吧？不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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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没？是吧？敢不是啊？好，最后一位上来，用我剩余的生命。去换一天，只要这一天，我感觉我就算死去啊，我嘛是回到这平凡的一天。大家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这决定是你的，走，就收啊，收工，收工。Let's go, hey, let's go. Go Bears!